平儿要残废了，你替她难过是不是？不啊，如果她真的是跟那些土匪一伙的，就算是抽她的筋扒她的皮，我也不会替她难过的。既然这样，就不用再问她的事情，没你的事，下去。事儿跟我说，平儿姑娘的确不错，可惜她欺骗娘娘，惹下了杀身之祸。娘娘真的会杀了她？刚才不都听娘娘说过了，纵然让她活着，也是一个耳聋眼瞎、手段脚缺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被活活的折磨到那种程度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应该想办法救救他。我有什么办法救他？娘娘的心肠最软，如果我去替她求求情，也许她会答应。不过你以前也有件对不起娘娘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对不起娘娘？什么事儿啊？你送给过娘娘一个金木鱼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怎么，娘娘不喜欢那个金木鱼啊？那是个假的。哎呀，金木鱼哪有什么真假呀？小宝，怪不得娘娘夸奖你聪明，如果你把真的金木鱼送了来，让娘娘消口气，我保证平儿姑娘会平安无事，要不然可就难说喽。哎，可惜那几个金木鱼，我也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。那你就回去仔细找找吧。好，我找到就送回来。还不去睡啊？等你嘛，真正等你一个晚上，也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。去方家？瞧你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陆平又被抓了。已经被抓走了，你再着急也没有用，还是救人要紧啊。好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替我想个办法。人被关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救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知道人被关在哪儿啊。废话，这还要你告诉我？这样好不好？我先去找出陆平被关的地方。你怎么找啊？这个嘛，胸有成竹，说书的说过。依我判断，他们的目的是金木鱼。这金木鱼没有到手之前，陆平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问题。你好好的睡一晚上吧。
山主已有严令，金木雨必须尽速到手，否则连本座在内都要受到严厉的处分。是，请总巡放心，这一次属下已经有了巧妙的安排，三天之内一定能够圆满地达成使命。你是什么人呐？怎么也关在这儿？哼！老太太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哼！休想用这种方法来逼我，我没什么话说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也是被关在这里头的耶。骗鬼！你骗不了我的。是真的吗？我关在这里头。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针脱的，你看嘛。你是怎么会被他们关到这里来的呢？我被关进来的原因，一时也说不清楚。反正啊，是我得罪了王妃。什么王妃？根本就是强盗婆。知道？难道你不知道？你是他的丫头吧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哼，这一次用的方法倒是很特别，想利用你来套我的话。你回去跟他们说，他们是白费心机了。老太太，你究竟在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？我被你们关了十几年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只要知道我的儿子还活着，我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。儿子？谁是你儿子啊？陈小宝。小宝？你是小宝的母亲，也是吴总兵的夫人，以前老王爷的亲信。17年前，一场巨变，弄得家破人亡。这一切都毁在那个假王妃的手里。总算是苍天有眼。陈妈把小宝带出去了，才没有遭到毒手。吴家毕竟是有了传宗接代的后人。你真的是小宝的母亲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唯一的证据就是陈妈。既然陈妈已经死了，也就没有人能够证明什么了。其实何必证明呢？我也不希望再认我的儿子，只要知道他能够好好的活着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嗯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要是能走，吴威会带你一块儿走，
可是那牢门关得好紧，现在我也没办法。任凭你们用任何手段，我是不会让你们利用我来胁迫小宝的。哎，你怀疑的也对，天心山的人是很坏，可是我不是天心山的人，我跟小宝是朋友，我们一起对抗天心山的人还有王妃。老太太，你们听说过方家庄？方家庄？嗯，不要紧，我也会给您证明的。歇一会儿，等天黑之后，我想办法出去送信，让小宝来这儿跟你见面。谢谢你，陆姑娘。我就是做梦也没想到，今生今世还能够重见天日，还能跟我的儿子见面。我娘，嗯，信不信由你。是陆平亲口告诉我的，他说他跟那位老妇人一块关在地牢里，本来那位老妇人还不肯承认是你母亲，后来陆平救了她，她才相信的。你是小宝，小宝，这就是你亲生母亲。孩子，娘就是做梦也没想到，今生今世还能够跟你见面。你相信我是你娘吗？
妈待你还好吧？好，好极了。孩儿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他的养育之恩的。孩子，听说你已经是四品大员了。丫实在高兴，真希望你爹能够尽快的知道这个喜讯。哦，我爹还在世啊。啊，17年前发生变故的时候，你爹已经逃到青州去了。你爹一向身体结实，应该是还在的。孩儿真恨不得能立刻赶到青州去。孩子，你舍得丢下你那四品的禄位？只要能跟爹娘团聚，就是一品的禄位，我也不会在乎。好，那我们尽快的离开金陵。那好，我正好认识一家船家，我去观赏他，准备一条小船，明天天亮之后，我们在黑石滩见面。陆平啊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。孩子，你先回王府去安排一下，该拿的东西拿好。娘有陆姑娘照顾，你放心好了。哦，是，孩儿是应该回王府去一趟。啊，千万要小心啊！我知道。总算是老天爷有眼，我们一家失散了17年。总算是就要团圆了。娘，您歇会儿吧。明儿一早，孩儿也会在黑石滩等您的。天都快亮了，小宝怎么还不来呀？他一定会来的。担心怕你出事呢，一切都布置好了，怎么会出事呢？孩儿是那么笨的人吗？陆平啊，这船家什么时候来啊？一会儿就到。孩子啊，这次离开王府是不会再回来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孩儿当然知道啊，不过王府反正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嘛。那么你东西怎么不带出来呢？东西啊，
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孩儿要的只是跟爹娘团聚。可是听说你有一两个金木鱼啊。嗯，金木鱼，娘怎么知道金木鱼的事儿？金木鱼关系着一个很大的秘密。哦，娘知道这个秘密吗？我不知道，只有你爹才知道。那金木鱼是很要紧的东西吗？当然很要紧了，你怎么不带出来呢？娘，你被他们关了多久了？17年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有金木鱼？是他们告诉我的。好几次他们要我出来跟你母子相认，好胁迫你交出金木鱼，娘一直都不肯答应。哎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事到如今你就别装了，快说实话吧。你的来历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你就别冒充他母亲了。你们是故意想利用他，让他离开王府的时候把金木鱼带在身上，你们就可以趁机抢夺了，是不是？姑娘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怎么会是假的嘛？其实这也是你自露马脚。我刚刚得了四品的禄，知道的人根本就很少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还有，我救你离开洞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是假的。你想，一个人关在山洞里10多年了，出来必然是面色苍白，四肢无力，甚至于两腿还会残废。可是你连这种情况都没有。老太太，是谁支持你这么做的？是贾王妃还是天心山的人？其实天心山的人跟贾王妃都是一伙的，不分彼此。老太太，你就承认吧。我不承认。天心山的人好像已经在附近了。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你住下，将来还要由你来揭发他们的罪状。你走吧。慢着。大姐姐。小宝，你实在够狡猾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孙悟空会72变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大姐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你10几年都没有离开过天青山吗？今儿个怎么有兴致到金陵来了？少耍滑头。上回我到天青山去做客的时候，承蒙你们热诚的招待，今儿个你们既然到金陵来了，那就请到王府去住2天，也让我略尽地主之谊呀。加上你这一招实在是很不高明，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。知道我思亲心切，所以找个假的来骗我，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小宝，你少得意，今天的事儿你以为已经占了上风了？没有啊，我没这么想啊。大姐姐，你今儿个打算怎么样处置我？你不愧聪明，小宝，你自然是看得很明白，我要你的命是很容易的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把金木鱼交出来。大姐姐，
你没看见啊？我两手空空的，哪来什么金木鱼呀？那放在哪里？说出来也行。哎呦，以前在天星山的时候，我不是就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到底到哪儿去了？我自个儿都找不到了。你还在跟我耍滑头？哎，我说的句句实情啊。哼，小宝，你自己不怕死，难道你不怕他们两个人为你而死吗？今天你不交出金木鱼来，他们就死定了。恐怕未必吧。究竟是想骗小宝的金木鱼，还是想害本座的性命？说话！这王妃的计划看起来像是妙计，可是陈小宝跟他身边那个丫头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，难怪乎总巡反而中了他们的圈套了。哎，你这话为什么不早说？这都是王妃一手设策划的，我是在事后才知道的。哼，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全凭总巡指示。小宝的金木鱼究竟是放在王府里，还是已经存到别处去了？总巡，依属下看，金木鱼还是藏在王府之内，不可能送到别处去的。总巡，既然金木鱼在王府之内，那一定是离开小宝所住的范围以内不远，我们何不来个彻底搜查呢？我就不相信找不到。搜查也不止一次了，差不多把整个王府地皮都给翻遍了，可是就是找不到他藏在什么地方。总巡，属下有一个办法。说。是我们除了日夜派人严密的监视之外，另外再想办法让他出趟远门，时间拖得越远，小宝对他藏金木鱼的地方是越发不放心。这么一来，他很可能随手携带，再不然就放在他最可靠的朋友家里吧。如果说他把金木鱼寄存在别人家里，那么最可能的就是方家了。如果他不放在朋友家里面，也不随身而带，那他至少在离开之前，他一定要检查他那个藏金鱼的地方，也许他再换一个更可靠的地方。这倒是人情之常。只要我们发觉他这种行动的话，那不正好是中我们的计了吗？金鱼不就垂手而得了吗？嗯，这办法倒是可以一试。你很得意是不是？那当然了，我只要一想到天星山那个大姐姐那副狼狈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哎，我看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动金木鱼的脑筋。也许更厉害呢。你别忘了，这是天星山主的意思，他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，说不定他们这一趟回去啊，会受到很严重的责罚。哎，活该！哼！
小宝。嗯。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希望你能老实的告诉我。哟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？依我看，薛大海家财万贯，现在又跟王府攀上了亲戚。他的女儿薛文长得也不错，为什么你不动心呢？哎，你忽然问这件事干什么？啊，不为什么。那据你猜，我为什么不动心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娶她，就是因为我不想娶她。哦，没有别的原因。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别的原因。那陆平呢？你怎么又扯到陆平身上去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在你眼里，恐怕除了陆平以外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哦，连你也在内。我算得了什么？恐怕根本不在你眼里。我知道以前太委屈你了，以后我对你好一点就是。你哪像个四品官员的样子？怎么忽然又对我这么客气起来了？这是应该的，您是四品官嘛，按理说我应该叫你声小宝大人才对呀。哎，算了吧算了吧，有什么话你直说就是了。那还用说吗？一定是王妃娘娘找你去，你还不快去。请吧。小宝，我这儿有点贵重的东西，要派你到苏州去一趟，把这东西亲自交给薛大海和小郡主。别人去我又不放心，非得你去我才放心。又要到薛家去啊？好，娘娘这么信得过我，我实在是很高兴。那我就去准备一下。什么时候要动身的话，您找个人通知我一下就行了。不用再通知了，今天就动身。啊，今天就走啊？你回去好好的打点一下，其他的一切由刘总管替你安排。娘娘，今天就走是不是太急了呢？是啊，娘娘，干嘛这么急嘛？小宝才回来没多久嘛，让他再休息几天，耽误不了事的。不成，今天一定要去。娘娘，今天已经准备来不及了，我看这么的吧，明天我们赶路，在路上稍微再赶一赶啊，今天做准备，耽误不了行程的，好吧？好吧，那么就明天一早。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不收拾收拾？收拾什么？哎，这一去至少要一两个月，你该带点随身携带的用品跟换洗的衣服啊。不必了。哎，你这个人啊，像四品的官，不该
随随便便的，至少也该讲究点排场吧。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想不通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王妃娘娘指定要我到薛家去送礼，她这样做是为什么呢？她又为什么那么急着打发我走呢？他们对你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取得金木鱼。小偷啊！哎呦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府里的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府里的人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呢？我在前厅总管手下当差，才刚来一个月。嗯，哎呦，三更半夜的，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做什么？啊？哎呦，我没干什么，我刚好从这边经过。经过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您是王府的副总管，又是小王爷半书童。哎，皇上更加个四品的官了。打听得倒很清楚。哎，要不要送到刘总管那儿，让刘总管仔细的审问审问他？用不着，你走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。为什么要派你出远门？他想看看你出门的时候怎么处置这些金木鱼。嗯，想看看你到底藏到哪儿去。如果我要是把金木鱼带在身上，不是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？那我们这一路之上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为了这几个金木鱼，他们真是费尽了心机。我就不懂，这到底为什么？难道金木鱼会变成聚宝盆？要什么有什么。哼，我要是知道那就好了。